嗨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到的是松江的那个有轨电车，我们将坐那个有轨电车啊去泰晤士小镇。对，泰晤士小镇，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吧。我们今天特地坐这个有轨电车，就是这个有轨电车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正好在那个松江大学城的那个九号站的地铁，对，就是这个地铁，对对对，所以很方便。那么我们还去买个票，这是有个自动售票机，我们应该乘 T2 啊。T2是外圈。T2外圈，然后到我看一下，泰晤士小镇啊。我买一个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可以用那个 NFC 可以扫。然后可以用支付宝、微信、支付宝应该都可以啊。对，你看他的票挺好玩的，是一个 token， 我是可以用这个手机的那个 NFC。哦，这样刷一下。以前小时候在那个上海老城区坐过有轨电车，那时候有轨电车开过去的时候是吧，发出一个声音，我们叫当当车，它有一个当当当当这个声音，就是说它代替那个喇叭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可以走路的。这一直当当的声音。对对对，它是模仿这个传统。是吧蛮好听的，对，挺有意思的啊。我们的小火车来了，我一直叫它小火车。有轨电车，它长得挺可爱的，当地人叫它什么你知道吧？毛毛虫。毛毛虫。对，好，挺像的。对，它从上面看起来就像一节小毛毛虫，黄颜色的，挺可爱的。这是二号线的那个外圈，一号线它不是兜圈子的。一号线对对对，三号线回家的曲子，我们坐在最前面。下一站龙马渡站。我们离开那个车站了，现在这是到那个松江城区。那这个转过来，松江有轨电车，非常毛毛虫啊，本次列车为环形电流，外圈车辆起步，请拉好扶手。我们到泰晤士小镇的北站了。这个 token 是丢进去了是吧？对的。好，我们从那个小火车站下来，这边是那个西门，就是有轨电车的西站，泰晤士小镇西站，离这个最近。它有一个北门，这里是一个西门。我们朝教堂的方向走过去吧。好吧。刚才是从这个西门进来的是吧，它另外有一个北门，进来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位置，另外就是一个教堂，教堂，对的。中书阁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，然后呢市政广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，就是它有一根轴线沿着过来，那个第十个是的一个餐厅，游艇码头，游艇码头，对，这应该是有一个一片很大的，然后旁边呢它是一些封闭的小区是吧，一个一个住宅小区，封闭的住宅小区，就围绕在这个当中这个区域呢，这个粉红色的区域呢，它有很多那个是住在镇上的房子。我们上次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有趣，还差点在这里买一个房子。像这种房子也不贵，它这边房子，对，这种房子它那个尺度呢很好，然后呢住在这个镇上的那个感觉就非常好。因为这个泰晤士小镇平时它除了那个旅游那个居住之外啊，它到周末经常会有很多那个，经常会有很多活动，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吧，应该是。
是一个叫美术馆 ，Young 美术馆。然后那个有野景咖啡，然后它有这样一个入口，那个蛮漂亮的入口。这有很大一个平台。Young Art Museum。这里面现在展出的是一个画家的一个作品，画家叫杨家勇，对，他就是这个叫 Out of Form， Out of Space Not In The Form。 他这一组画叫生生不息，好像那我们上楼去吧，从这个红色楼梯。这里就是一个有名的那个书店，钟书阁。钟书阁在这个泰晤士小镇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然后呢，这个很漂亮的书很多，然后可以在里边看书，待一天都没问题，有吃有喝，有书看。这是他那个书店旁边的一些环境，非常那个欧罗巴式的。我们到对面看，这个图比较清晰一点。这小环境都挺不错的。它的入口在这里，所以它这个形式，建筑外墙的形式，让人想起这种教堂的感觉啊。嗯，你看这个尖拱，就是那个哥特式的这种，对它顶型的做法。教堂的呼应吧。对，教堂也是哥特式的。
这也算是一个奇观吧。下面是四书五经，人间词话。那上面呢，全是洋文的书，很厚。人间词话，我要看。他写的人间词话。下面是四书五经，上面是那个洋文书，洋文上全是空壳子。你就把它作为一个装饰。对啊，书店用空壳子书做装饰，第一次看到。挺好玩的。见所未见。见所未见。它有个特点，就是到处有它的那个小环境啊。这个婚纱摄影拍出来的效果确实很强。对，这些服装店，那个英国的、欧洲的这种土的是很好。是个湖，然后当中是一个餐厅，有一个桥过去的，餐厅外面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湖面，还有游船。晚上有一些夜景这里。哎，有一次我们很晚在这儿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晚上有一些夜景的。停一下啊，你看这个桥是可以开汽车的，对吧？对的。这就是那个餐厅。这是餐厅的那个叫翠金水上餐厅。好的，谢谢。你走了是吧？它还真是一个水上餐厅，它是在那个像一个岛一样的，也通过那个栈桥过来。周围看到就是那个泰晤士的那个住宅和对岸彼岸。好吧，今天开始，现在开始下起小雨来了。我们带大家看了一圈了，已经是吧？对，转了一圈了。主要就这些看点，然后呢，这个环境确实不错。嗯。人气比原来稍微差了一点。嗯。可能是天很热吧，或者是有些疫情的关系。对，应该是。对，像这个后面的背景就是它的一个湖，然后一些游船。游船码头。湖旁边还有一些那个旅馆啊什么，这个景色非常好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旅馆。对，后面有一个水上餐厅。嗯。好吧，泰晤士小镇我们就看到这里吧。我觉得还是蛮有逛头的，因为平时你休闲娱乐就全都有了。对，并且它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的地方。嗯、如果你不介意，就是说交通或者是能够解决交通或者是购物的问题的话，在这里就相当不错，环境是吧？雨越来越大了。好吧，那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拜拜。